TWG， 大家好，我是 Sky。大家好，我是雨熙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雨熙来拍摄我们的 Q&A 环节节目，那么马上准备进入我们的第一题吧。耶！雨熙，我问你啊，你在外拍的时候，如果摄影师跟你说男朋友不可以跟，你会怎么回应呢？我会跟他说可以，但是我会跟他讲说，那如果男朋友不可以跟的话，那他可以在附近等吗？在附近等。对。那拍摄时男朋友会不会在周围？不会，他不会影响拍摄，他们摄影师也不会见到，但是我会让摄影师知道说会有人在附近等我，以确保我的安全。哦，这样真的还好耶，因为他也不在周边啊。对，因为摄影师有一些会怕尴尬，那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带一个人我拍照会分心，所以我会觉得那居然要确保双方的安全，我会说会有人在附近等。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哦，那种摄影师讲这种话会有点居心不轨的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说为了避免会有这样子的危险发生，那么我觉得 model 都应该要先给摄影师打一个预防针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雨熙宝贵的答案，谢谢。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今天访问雨熙的全部回应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那么又是时候要跟各位说再见了，我是 Sky， 我是雨熙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